盘点人类迷惑行为，躺着真是舒服。锤墙，我是专业。骑车可以锻炼身体，我们也来试试这个特效。在这里洗个手，让我来吓一吓他。抬我上去，试试吸力怎么样？的确很强。来，一起拍张照。那边有什么？我想要买个玩具，看看是谁发的消息。终于回来了，马上就上去了，今天一定能钓到大鱼，差一点就能放上去了。看我能飞多高。你好，有人吗？看我用刀开啤酒，我准备好了，随机挑选一位幸运观众。我还没上车呢，看看外婆在干什么。